哪个是花花？上面几个？底下男孩，上好。哪个是花花呀？不是，花花是上面两只熊猫。我知道。我还以为那啥漂亮。他们在玩摇摇大赛。要还了呗。花花和熊叶。下面的游客往这边来嘛，这边可以站人，你们排在那后面干什么？不需要你们排队。两个人，你看，你看他们两个。这个位置有位置的吗？你们排在后面干嘛？我这个位置。他们喜欢在那吗？花叶，那背对你的就背对你的就 no， 这个就是在咬着。咬他的是花花是吧？国赖国赖，那他掉了！我操！哎呦，国子国子！越不搞笑噻！可以可以，我试一下，不能放大，因为这个是微信的。我液。走了走了。